东吴大学举办生长同学音乐表演晚会资教之夜，打造生长同学专属的舞台。而今年还特别邀请到贵宾台北市吉祥物熊赞和校长一起来跳全球流行的甩肩舞，非常热闹。不论是唱歌还是演奏乐器，表演者都是生长同学，就连主持人也由视障同学来担纲。我们是这次资教之夜的主持人。东吴大学举办生长同学音乐会资教之夜，主题是摇滚吧梦想的声音，还邀来特别嘉宾世大运吉祥物熊赞为生长同学加油打气。太棒了哈！熊赞一出场热力四射，还和东吴校长师生一起大跳甩肩舞。来，校长跟熊赞尬一下舞。期待借由我们的主持以及表演，能够让一般同学更有兴趣接触资源教师这个领域，和一般同学能够更了解生长同学，甚至今年还有三名视障同学要参与东吴超马赛挑战30分钟体验赛。有兴趣啊！秉持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要再创佳绩。记者台北报道。